小伙伴们你们好，我是妍妍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妍妍给你们推荐一款齐刘海的福星。你还在用这些东西吗？就是这种普通的刘海发卷，这个东西好像齐刘海的妹子们都经常爱用。今天妍妍给你们推荐一款神器，要远超这些，就是这个。哎，可能有的人看了觉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，跟那个一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是 USB 的，USB 在这里，然后可以用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来加热，加热以后呢，这个发卷就变热了，然后把它卷在刘海，然后它就会是热的。有点常识们的姑娘们知道，如果发卷是热的话，头发非常容易好定型哦。再用这个，然后把这个刘海固定住，是不是超级方便？推荐给你们哦。